学校里面，为什么这些为什么波浪出来的？你知道我今天吃了什么吗？今天吃了面包，对。来美了，我晕。下来我觉得就是我们台东学区房的盒饭看上去蛮丰富的，但是我不喜欢吃盒饭。裙子好看，这是一个普通的格调袋，以前都穿过了。真的很绝，当我看到就是茄子饺子的时候，它还有很多那种奇奇怪怪的那种饺子，对，真的很多，等我摆出来知道有多少。你把这个整开。今天好冷啊，今天下很大的雨。没有，我没有看到过这种茄子。这哪是3.5，这是4啊，没打错。我还专门看了，我每次我都会直接就是去那个直播列表里看，数字不能记错。往这里下一个。我把它给搞开，我晕。好多呀，这个。无声的那个，无声的当然也算了，那是因为特殊情况吧。嗯，不能积少一次，这种事情怎么能积少？积少我亏了，不能这样。什么？我是真的很好奇这个奖，好多呀。还好没点两份，本来还想试试别的，这也太夸张了，这真的有点夸张，这一大份，救命啊！就是茄，有一点茄子味好像。真的好多，饭盒里面只有茄子。说不出来什么味道，好奇怪啊，太奇怪了，不知道怎么说，那个又不像是蒜的味道，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不好吃，这个应该还不错。这个是什么？你们知道吗？想象一下，不啊，我感觉应该还不错的，但是里面很奇怪的味道，有蘸料的，我再尝一个蘸料的，看好不好吃。这是南瓜粥，这个是那个疙瘩汤，对。给你们看看，它这样的。看得见吗？会不会被弹幕挡住？里面有那种，看看啊，有什么什么青菜、鸡蛋，还有豆腐，还有那种面疙瘩，还有番茄，对。主要就是那种，好，会小心的。嗯，这个真的很好吃，有一种那种西红柿什么。鸡蛋面的那种感觉，不是，对，适合我们没有牙齿吃，嗯，对，谢谢的奶茶，嗯，真的不错，
然后它里面配料都很好。对。其实我本来是想吃点辣的东西，但是又舍不得这个疙瘩汤，然后我才点了别的。这个饺子真的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我也说不出来那到底是什么味道，真的说不出来。喝完，我还有东西吃呢，好多东西。等我再吃一个饺子，看辣的好不好吃。在这儿，没想到他会给辣椒，我以为没呢。你的辣椒酸酸的那种，这酱还行，还好哎，感觉不是很辣的。感觉里面有芹菜，不，那个饺子里面有，还有一种那种胡椒的味道，就很奇怪。没事，我就说，哎呀，我晕，哼，真的不行，它那个芹菜跟那种胡椒味，不知道有没有讲对，反正就是真的奇怪，太奇怪。芹菜不喜欢芹菜，芹菜味道很怪，吃点别的吧。真的像那种好几天没吃饭的人一样。对，芹菜就不能理解它哪里好吃了。对啊，胡椒的味道也很重，感觉。这个是，你看这是什么？感觉要打到，这是什么土豆？对。小小土豆那种，是啊，米饭，那肯定。他名字也很可爱，叫什么小小土豆仔，谢谢的奶茶。然后这个是那种虾滑，对，是不是都蛮不错的？放不下了，食物特点，对。然后这个是呢豆腐。这个我想吃点辣的，我看看他点的中辣，看看中辣有多辣。对，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
没有咸菜，这个算那种湖南的那种连锁店吧，怎么会有生菜？怎么可能一样子系统？还有这个。瞎话，今天本来想出去吃的，但是你知道吗？下雨根本打不到车，是不是有点夸张？不咸，也不是很辣，打出来拿。他也是吃点东西吧，雨很大嘛，还好，可能广州感觉好久没下雨了，广州都是一阵一阵的，这边就一下下一整天。但我们这两天都在棚里面拍的，就是棚里面就是那种，也没窗户了，就是那种，不知道外面几点。今天我坐在那睡过去3次，哼，真的太困了，睡过去3次也，就是在那等待，然后。刚每次都刚睡过去，然后就开始啊，要开始拍了，对啊，大家下来这样，然后你知道我们这边北方嘛，就是北方那种尊称是什么，你知道吧？老师，对，之前不是讲过，在北京的时候也是这样，就在北京拍有你的时候，他们也是那种老师老师，叫你叫老师。睡得早，但我起得也早。他们叫艺人，都叫老师，我晕。我感觉北方是这样，早啊，比平时早多了。全国统一，真的吗？我在广东没有听到过这么叫的，真的。而且明显我们看起来就是那种小女孩，是吧？辈分也不大的样子。重庆是这样吗？对，这个是圣乡体。不是很辣，看一下下次我要点重辣。各种职业都可以叫老师，可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就是感觉很违和，你知道吧？对。工地统一叫师傅，我知道是一个意思，但是你说到这我就很好笑，我也觉得就是这种开车嘛，就是，滴滴啊什么都是师傅，然后有一次。在上海打车的时候，就是那次跟那个我们的 staff 姐姐还有成员，对，就一起打车回去，然后太好笑了。然后我想问那个就是那个师傅，就是对上了滴滴嘛，我就想问那个师傅借那个充电线，然后我就说师傅你有充电线吗？然后就是我一开始讲话有点小声，还没听见，我后面又大声叫了一句，我说师傅你有充电线吗？然后。我忘记了，我想想是不是菲菲啊？对，然后菲菲就拍我，她说不要叫师傅，叫人家姐姐。然后我才发现，因为我坐的就是她正后面，我根本看不到她，所以我才这么叫的。
结果没想到是个姐姐，太尴尬了，嗯。然后马上就改口是的，我说姐姐你有充电线吗？然后姐姐她说她有，我说谢谢姐姐，我晕了，太尴尬了。对啊，是真的，因为感觉很奇怪，就是男的叫师傅感觉还好，女的突然叫师傅就很奇怪。对呀，没有看一眼，哪想那么多了？对，很少遇到女司机，好像叫靓女，对呀，广东是这样。对，瞬间冰冻的感觉，所以大家要看清楚人再叫。你好，哦，好的，学会了，下次就你好。不用想怎么称呼也是。蛮不错的，是吧？什么东西啊？不要叫老师了，真的是。很奇怪，听起来。我今天已经一天都是耳朵旁边都是这个了，嗯。听了一天都是，演员老师就位了吗？演员老师好了吗？谢谢的奶茶，这个是虾滑刚才那个。想他们叫我什么，叫什么都行啊，对。他们后面也有就是没有叫老师，叫亲爱的，叫亲爱的。干嘛化妆姐姐这么叫啊？我觉得还行，就是像就是那种叫宝贝那种感觉啊。对，我问他我说姐姐有没有定型喷雾？他说啊亲爱的在这里呢。对，就这样的。对，就是跟叫宝贝一个意思，对，就是一个意思，你们懂吧？就那种语气，嗯。亲爱的宝贝，哎呀，反正你们懂就好，一个意思的嘛，就是差别不大。叫亲感，像淘宝客服。你们不觉得吗？叫你什么？叫你亲爱的吗？哎，你这称呼有点太多了，太长了。嗯，为什么小姑娘到处叫宝贝？这可能是性别偏见吧，我觉得男孩子也可以这么叫的，对啊，你们男孩子之间也可以叫宝贝宝贝，没关系的，女孩子可以，男孩子就可以，嗯，男女平等哈，对啊，一个意思，本来就是啊。感觉怪怪的，太什么？我觉得还好，对呀，那女孩子也可以酷酷的，这有啥？我觉得 OK。
都可以。会叫女孩宝贝吗？会啊，怎么不会啊？这也是一种称呼嘛，不知道该叫什么的时候，对吧？什么啊？这跟直不直女有什么关系？宝贝是在客气下，也不是的。首先是觉得人家可爱才叫的宝贝，啊，确实哈，高然逮谁都叫宝贝，我晕。对了，我想说一个事情来着，谢谢你的荧光棒。今天老师问我能不能多上一个叮咚，对，我说没人跳吗？他说没有人跳叮咚，然后我就说可以，然后我就再多上个叮咚。给你们讲一下，对，他说没有人想跳叮咚，为什么没有人想跳叮咚？对，是的，叮咚和点点，没有人想跳叮咚。老师说一点点有人踢，但是叮咚没有人踢，大家都不想踢叮咚，我晕了，叮咚多好，对啊，怎么能嫌弃叮咚呢？对，这桌上，就这桌上叮咚。叮咚裙子很可爱，动嘴很可爱。三角里唯一一首甜美歌，唱几首歌？其实这个事情是这样子，本来是这样子，就是这周不是缺了一个位置吗？缺了一个 C，然后老师就在群里问谁可以补，然后过了一会儿就是没有人想要补这个位置，然后你知道三角的歌很多都是剧情向，就是特别是少那种一二三号位的，有些东西就是跳不下去了，比如说很多段就是都得有一二的那种，就比如说第一首歌 single 那个一号位，还有很长的一句分词，然后。模范生也是中间不是就是推来推去的那里吗？对，就没有人踢，没有人踢这个位置其实还蛮重要的。然后这周老师不在，然后就很着急。那我就说我可以中途去跳一下，但是呢我这周在握手，是的，所以我就跟他说我不上，不能上多了。我说外面还有粉丝在等我，他说好，他说能上几首就上几首。然后我就说，那我就上个一点点吧，一点点过后马上就模范生2024，就是这几首歌是那种感觉缺了 C 不行的那种。然后我就说，我就跳这个吧，他说可以。然后后面他今天问我跳不跳叮咚，是的，其实前四也蛮重要的，但是看我学不学得下来，对，看我学不学得下来，学得下来我就上一下。因为 cosplay 不用学，single 其实我跳过一号位的，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三角函数其实没差，对，左右边没差，然后只是有一段间奏不一样，但是那个两段我都跳过，还有，等我想想还有什么，还有48其实也没差，就是感觉，对，48这首歌就上不上没差，对。但感觉你们要在外面等很久，没有，我肯定不会点 MC 的，我就是，跳歌的时候再进去一下，这样。所以你们可以等我一下嘛，还是说你们也要就是两边跑，就是。这边在排队，然后那边就进去看公演，是蛮突然的哈。所以你们怎么打算的呀？两个，
我就是赶场子，是的，是啊，对那种赶着的就不太友好，票都出掉了，哎，没关系，那就 那就 看手机直播吧。我的妈呀！呛到我一口，我手抖的嘛。谢谢你的奶茶，搞得我都不好意思。早点卧。可以啊，我可以不休息，我可以不休息的，中间不是有休息吃饭时间，我可以不休息的，就看你们啊，你们要不要去吃饭？我可以跟豪哥说我不休息，但 staff 好像也要休息哈，那我就提前一点上班，可以吧？这样行不行？因为我如果进去的话，肯定要这几首歌加起来起码半个小时吧。哎，就想先吃了呗，可以啊。对啊，我可以早上先把饭给吃了。公演握手都不准时开，握手会准时开的，公演就不知道了。不过我们是下午场公演，应该也会准时开。好吧，那我就跟豪哥说嘛，待会儿我在房间说一下。你们不用吃饭的吧？不是粥，是什么疙瘩汤？但吃别的东西把我给吃饱了。我可以提前半小时上班。我说是中午休息的时间，不是那个早上提早啊，因为那个时候staff还没来。是不是11点钟开始？哎，不对，是不是11点钟开始，然后到1点，那我就到1点半嘛，然后我就进去了，然后半个小时休息的时候我就进去准备开场，然后开场可能15分钟之后我就出来了，对，我就出来了15分钟之后，然后等到他们讲完大 MC， 然后跳那个叮咚的时候我再进去，对，而且我还跟老师说了，不想让你们等太久，然后。把叮咚调到后面去，对，所以加起来没有耽误多久吧，太赶了，确实有点赶，但是还好不远啊，就是后台，11点到12点半，对啊，那我就11点到1点嘛，然后，对，到一点，不是，我只上前面的歌，前半场，对，后半场不上。后半场不上，没带牌的彩，什么带牌？刚刚那口把我呛到，我晕。十一的是何谦，好，知道了。那希望4号可以早点回去，这样晚上能休息一下。
这两天都起得好早，睡得也比平时早，起得好早，化妆也好早。但是我发现每年就是拍总选单的时候都挺好的，都有那种从外面请的那种妆发姐姐给你化妆，对，可爽了。就你坐在那，然后闭着眼睛，他就开始给拍拍拍拍拍拍，然后等你睁开眼睛，哇，就变漂亮了。对，就是这样，真的。是的，带明星的待遇，真的是这样，就是那，对啊，而且他还会跟你说啊，没关系，你可以闭着眼睛的，对，不用睁开眼睛，不用睁开，我叫你再睁开似的，然后就真的这样闭着眼睛的话，就在你脸上拍拍拍拍拍，然后过一会儿，哎，妆就化好了，对，好，会努力的，然后第一天。今天主要是看了个姐姐画怎么样，对，然后今天我觉得还是要就是画适合自己的妆，然后今天我让姐姐用我的化妆品画的，对，然后就画出来就跟平时就差不了多少，但是又比平时好一点，因为她可能技术要比我好一点了哦。你们我没看，我现在口红都吃掉，不然刚可以给你们看看。贴了贴了睫毛，对，你知道多神奇，我闭着眼睛他就把我睫毛贴好了，这样也看不出来，等我拉近了给你们看，真的，我觉得他们贴睫毛真的好厉害，对，专业的，是的，专业的。他也会问你你想要怎么样的妆，对，非常厉害，明天要不要早起？应该也要早起吧。最近的那种拍摄都是一整天的，然后就从早，可能早点开始也早点结束吧，这样子。然后他都是按那种安排名倒着来的，比如说就是16个人里面的后4个，然后就会第一批，然后我一般都在第二批，对，一般都在第二批，就会晚一点点，晚一点点也很好了，因为我记得去年在杭州的时候也是那种基本上，去年在杭州起得特别早，因为都是要拍白天的景，所以起得特别早，就那种5点钟就开始那种做造型那种。你要觉得他画的不好，你可以自己画或者改一下。所以这一次6点，我都觉得6点7点，我没有6点出发过，基本上都是7点多才出发，我觉得都还蛮好的。搜一下。我吃饱了。对，我用了流量，不然开不起，了不起吧？我也觉得。不知不觉，没结束，我还会再播一会儿。拍摄棚里冷吗？不冷，都没有空调的，这天天气也不。这天天气也不是很好，
所以不开空调也不会冷的，不会热，讲错了，不会热。没电，拍摄累吗？还好，感觉不是很累，因为条件好像没有那么艰苦，感觉哈。盖子在哪？睡都会好一点吗？我这天睡得太少了，也不知道好不好。没有兵马俑。想啥呢？但是有点闷，就是因为没有窗户，所以有点闷。刚把盖子乱放了，不知道放哪去。看到在这里，现在好了，吃什么？没吃，今天没吃呢。没有，我刚刚在补口红。感觉在西安买不到鲷鱼烧，对，只能回去再吃了。不是失宠了，是买不到啊。真的，这几天基本上都在棚里啊，就是只去过就酒店隔壁的便利店，没有。不努力，没有时间找，对，没有时间找，对，非常有骨气，不吃鲷鱼烧就不吃，哼。对，没有啊，就没看到，主要是也没有什么时间出去，就昨天去了一下。对啊，只爱曲奇口味的，因为我没吃过别的，然后我不喜欢抹茶，好艾特，是吧？本地品牌便利店是吗？主要是根本没时间，你知道吧？我基本上就是要么酒店，要么就那个拍摄的棚，对啊，都没去过别的地方，还是昨天就是拍摄结束了，然后。就是还没有完全结束，我们结束了，然后就去吃了个饭，也没有怎么逛，然后又吃完饭就回来排练了。对，就是吃西安的美食都是通过点外卖，这样子。有没有一天去逛逛？可能比较难。对，对，和你们出差是一个意思啊。对，我们也不是来玩的，是来工作的。对，没错，来工作的。工作繁忙，可能前会比较忙，等到拍旅行日记的时候可能会好一点吧。旅行日记其实也像就是去玩一样，只是拍照而已。是啊，本来就是工作，拍摄 MV 本来就是工作。外卖搜索钓鱼烧，夸张，吃个钓鱼烧还点个外卖，有点夸张啊。主要是最近好像是西安有什么全运会还是什么，什么很多景点也
都关门了，这样子啊。刚刚弄了好久，那还是宠他就不怕外卖配送费，那你给我外卖配送费，我现在去点，笑死，是，外卖送来的，你为什么就是上海那么多便利店呢？为什么要点外卖？外卖真的有，别说了，我跟你说，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跟我说，说我马上去搜了，我搜了就很想吃了，不行，不搜了，回广州再吃。前些日的奶茶。不搜了，还是不搜了，搜了就想吃。对啊，引诱我。对，现在吃不下了。就是那个吧。偷偷搜。上面的呀。回广州我就买一箱，哎，真是，就是番茄汤，攒攒攒攒额度，这攒什么？不是啊，买一箱就是放冰箱里而已，对啊，不是说一天要吃完一箱的意思，对啊，就是买着放着啊，不，主要是因为一箱便宜，你知道吧？对。我跟你说，他在外面就是单买10块钱一个的，买一箱好像一个才6块多，对，便宜的好多呢。对啊，这个是那个什么，勤俭持家，你知道吧？对，不是，对啊，这是勤俭持家的，没有人夸我呢。对，肯定不会放100个，一箱就十个吧，好像。停电怎么办？不会停电的。啊，停电我就去给他通电，好吧？啊，用爱发电我就给他。今天还挺冷，对，就今天一直在太阳。而且我们就是搬住的地方了之后，搬住的地方之后就是楼下已经不是我们那个便利店，对，还要走一点路，以后买都不方便。停电一口气吃完。不是啦，停电就给他想办法通电啊，对呀、啊，怎么可能一口气吃完？不用一个礼拜，怎么可能？一天一个的话也得吃10天吧。冰箱买了，我早就有冰箱啊，小冰箱啊，反正买了会吃得更快，不会的。按我就是以往的就是那种经验来说，我吃可爱多，以前我很爱吃可爱多的。就那种，就是如果便利店都很想买的，后面我买了很多可爱多放在冰箱里，直到我这一次走我都没有吃完，我就把它扔掉啊，因为吃不完了，然后它可能会面临几天没有电，对，我就这样戒掉了可爱多，好家伙，对啊，就是真的这样戒掉了啊，从那以后就是真的，自从冰箱里都是可爱多之后，我再也没有吃过可爱多了啊，每天拍一下。因为我有了鲷鱼烧，也不完全是，对，我没有鲷鱼烧的时候也没有吃可爱多啊，对，是，还有啥？怎么可能？是11天的，这样子的话还有几天，啊？什么？你在问生蛋的事情？现在生蛋细则还没出来呢，一开始发了，后面又说。再讨论，公司再讨论一下，肯定会有圣诞的呀。我就是现在没有那么爱可爱多了，以前还挺爱的，直到发现更好吃的，对，可爱多是什么？不知道。看钓鱼烧就是，就吃厌了就不吃了，我反映了这个问题的。一开始是这么说，就是生蛋要在你生日的那个3个月以内，或者就3个月以内嘛，前面提前办也可以，后面办也可以，对。然后我就去说了，我说那我们6月份生的怎么办？马上明天就9月了，我就知道我们怎么办呀。然后他说，确实有点不科学，然后就说再讨论一下，对，我觉得应该上半年的都。就直接上半年的都放在下半年办呗，就这样，然后下半年的就放在总选之前办呗。
对呀、啊，这样子的话比较，对吧？科学啊，毕竟它这个规则现在总选之后才出嘛，肯定不会3个月以内的。这对我们6月份来说，那我这样的话，我不9月1号之前必须办了，怎么可能？公司也没有排期给我办，啊，就算我想办，公司也没排期给我办。现在应该一直到10月份之前，应该都不会搞圣诞吧？我也觉得应该从他出的日期开始往后延，所以就再说呗，你们很想我看，你们很想我搞圣诞吗？我到现在都还就是没有那种，就是那种完全的想法，你知道吗？我现在没有那种完全的想法，就是圣诞要怎么弄啊，然后要跳什么这样。今天我看细则说，就是表演时间就只有10分钟了。对，以前我记得好像也有15分钟吧，我没记错的话，以前有15分钟。对，现在今年就只有10分钟了。就是表演环节10分钟，然后包括读信那些环节45分钟以内，这样。我可不可以就是不读信？分一点时间去表演环节，对，我甚至可以就是，对，我留个读弹幕的时间，对啊，留个给粉丝说话的时间，其他时间我都可以表演节目，对，是吧？我也觉得不要那么限制嘛，这45分钟想怎么用怎么用，我也这么想，对啊，对吧？45分钟想怎么用怎么用，对啊，我也是提个意见，对。话筒奖励可以用作圣诞，就不算时间了。我怎么可能跳45分钟啊？我就是可能，起码我想节目不受限制啊。如果只有10分钟，那我如果想跳4个节目，我根本跳不了长板啊。对，我吃完了呀。然后我就想，就想可不可以不读心的嘛？对呀、啊，又没有说一定要读心，是吧？但机器人它只需要时间充电吧，先播到11点。换个电池什么的，我们就真连轴转呗。反正到时候再说吧，出了细则再说。我跟你们说，10分钟什么概念啊？10分钟就是如果你要表演，如果你要表演一首完整的歌，就只能表演2首半。就这种10分钟以内是这个概念，所以你就只能表演两个长板一个短板，对，这样子。其实挺开心的嘛。不包括换装，也不包括 PV，对，这些时间不包括。但是呢，我不知道有没有看仔细啊，就是他好像是说 PV 跟换装时间算不算在45分钟以内？好像他不算在10分钟，但他算好像算在45分钟以内。对啊，你就不能再像以前一样 PV，就是你放那么久，对。懂吧？就这个意思，对。是崩了呀！对，不，它不包括那个什么，它不包括那个什么。我应该没看错吧？对，就是它虽然10分钟是不包括 PV 跟转场，还有换衣服的时间，但是整体要包括在45分钟以内。对，就是说你这些东西是就是压缩你读信的时间这样子。应该是这个意思吧，对，是的，需要在45分钟以内，就是相当于你如果放 PV 放了很久的话，你就读信读不了很久。那如果就是按我去年的那样子来说的话，我去年节目还挺长的，我去年节目是按15分钟那种来算的，对，满打满算好像是吧？我想想啊，那我想去年跳什么？跳舞机是，对，公演整体不能超过3个小时半，好像是这样吧。现在对这个管理比较严格。不是像我去年那种来算的话，感觉读不了信了。对，因为我每个 PV 都很长，去年就是那个串场的视频很长的，是吧？是不是到生日环节就已经半个小时过去了？好像是吧，我等会去看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不行，真的不行。
确实是吗？你的确实啊。你在说什么？视频是很好，来得及一封信，一封信都来不及，我觉得，对，可能今年没有读信环节了，今年没有读信环节了，今年，实在是有点累了，累得我嗓子都哑去年4个多小时，不是，我是说生日环节，对，去年好像35分钟左右，对啊，那不就没有什么时间读信了。1个小时20分，厉害，救命！你直接给我吓醒都快超了一半多了，取消 MC 环节应该不会吧？包括读信啊，包括读信1个小时20分钟，我就想看表演时间有多少，就是所有 PV 放，就是最后一个 PV 放完了，过了多久啊？大概，因为我记得我去年没有在换衣服上面浪费时间啊。是啊，啊。接线的荧光棒，太厉害了，太厉害了！什么绝技吗？35分钟啊，你刚刚那确实挺赶的。我今年还不知道怎么弄呢，对，我要是 PV，我要是 PV 再放多一个就不行了，快没电了。有意义也没有用，它确实就是要控制公演的时长。所以你仔细想想，你刚刚到底说了什么让我少的生气？所以我提前跟你们说，如果他真的按45分钟来的话，可能没有读信环节。对，把重要时间留在节目上。啊。一份都吃不完，怎么剩完2份呢？啊，赞我，对，对，跳两个舞，唱首歌就没时间了，是。我觉得开 MC 对别人也不公平啊。虽然是你的生日公演，但是别人你的生日公演得大家陪你一起跳才行啊，又不是你一个人专属的，对吧？开 MC 确实有点不太公平。所有的都砍，不好。对啊，一定要跟队友一起，毕竟你们是一个 team。可不可以争气一点？躺平了，躺平了。躺平，好，可以了，现在又起来了。没有在洗手间直播，我在门口，对，它是那种干湿分离的，对，没有在厕所。到时候再说吧，因为他说还要在对洗手台，在洗手台这直播，他说还要再考虑一下，对，这公司还说再考虑一下。对啊，我刚刚在吃饭呀，我怎么可能在厕所直播？我真是醉了。你们在厕所能吃下饭？应该都吃不下饭吧。我看他到底要倒多少。坚持久一点啊，加油！再摔下去医院。好，我给你打救护车。喂。垃圾桶吃东西，那能一样吗？那不一样。垃圾桶吃东西是怕掉渣，对。想你们看，怎么不想你们看？就是现在有点远，我也看不太清楚弹幕。水果粥，
如果还没有吃过水果的时候，我们感觉还挺好奇的。但确实一般，厕所的光直播会比较好看一点，很奇怪吧？到了晚上好像没那么圆了。因为就是美瞳戴太久了，早上8点钟就开始化妆了，一直带妆到现在，好。我今天几点钟开直播的呀？还好我就是这次带了长袖睡衣来，晚上睡觉好冷哦，对。盖了个被子嘛，你在不化妆是，呗？这我的裙你子，开直播的时候对，会，我在吃这个饭，酒店厕所灯的效直果播间灯。没有，现在这洗手台灯也还好。对，干嘛去厕所？化妆。我现在把脚勾在这儿，然后用裙子把脚盖住了，这样子，这个意思，对。然后跟你们说，我今天发现一个神奇的东西，我看看，这里有没有？我这里，我跟你们说，我这里有一块，我这里是凹下去的，真的，我今天。没有，不是在脱衣服，我今天这里是这里二凹次下元，去了，对呀、啊，十真的，指我突今天破。在这样自拍，然后我突然发现这里有一块肉凹下去了。我看我手那天穿什么衣服，我如果穿吊带的话，我给你们看看，真的这里有一块凹下去了，这里有块肉凹下去了，真的你也是，很简单就是啊，一块肉凹下去了吗？一块肉，42减15，凹下去了，2减5是不吧？够，完成对，一建块肉议凹下，我十今天二看到时候我减五很震惊，等对，我还以为于，我有什么问题，但是我感觉好像，它借了一就个也没什么多大带问点题，面的鱼，不知道呀。17%。正常人都是凹下去的，没有啊，我以前不是凹下去的，真的，为什么要我以前笑不是他？凹下去。啊，减25啊！以前有没去摸，也可能吧，也可能是以前没发现，对。你这摸一好下，像就不是大是。概是这里的位置，就这里，然后你要把手这样弓起来，就这样弓起来，然后这边就能够。好，哦，我对，等会去是看看二它。十五，二十五吗？等会去二摸十摸五，它。我写的是20，你那是一。空翻投机，哦，它可能就是跳舞比我有力一点，对，裙子，哦。那倒不至于，我在马路上吃别人米饭，不敢靠近的类型，因为我脸比较臭，好吧，别人都怕我。还有今天也是，今天就是穿的那衣服，它是这样的，就是它有一个手套，你们知道吗？然后今天很多手部动作，今天还专门拍了一个那种就是一个就是每个人都会拍的一个单人的视频，然后有一个手的动作，我跟你们讲，真超尴尬，那个手套是这样的，就是正常人戴是这样子的。正常人戴起码就是露出手指，你知道我戴是怎么样？我戴这样子，我戴就这些了。那你然的后，印象好深然后关键刻，是今天就是真是拍人特别见赶，你知道人吗？间啊，美。我看到的时候就是有一些手部动作，比如说这样，我跟你们讲，比如这个动作是这样子，就这样子打开嘛。然后就是关键我穿上那个手套，我指变成这样的，就是我的手指你说这么短手，短的一那你节，说就我是们很手努指力的是掰怎开，么你知道那种变感成觉。别人做都是别人做，你看这边都是挡，就这样的，别你人做手都是这指样到子，了啥部位，手指的啥我部都位？是这样子的。就很好笑，你知道吗？然后今天我就看那个回放，我说要不我再来一遍吧。然后哥说不用不用不用，很可爱很可爱，就是这种很努力，就是睁开手的感觉很可爱。对，他说不用再拍了，我觉得可以了。对，然后他就把我赶走了，对，就没有再拍了。对，是因为我就是那个手套太长了，对我也没有很努力的往前钻。对，直到我拍的时候，我才发现它只露了这么点点。对，是。然后到时候你们看那个视频就会觉得很好笑，对，真的，无语。你们不是今天上学了吗？你们还在补作业？谢谢插棒。关注手套，我晕了。确实，我这个脸圆很多。
真的胖了很多。但其实我没有觉得我很吃嘞。什么风格呀？不知道怎么说这个风格。没事，明天应该不戴手套了吧？戴的话就往上弄一点。明天还是拍舞蹈，对。哇，胖胖我感觉在棚里拍其实还挺快的，就是条件有一点就是，要什么？因为他那种景都是现场搭的啊，条件可能有一点复杂，对。难但怪这今次天。我觉得还好咯，他还有专门的那种休息室，而且就在那个棚的楼上，都不用走很远。我记得之前拍有你的时候就走了很远。应援会起名很重要然后，休息的地方也不是很好，然后棚里也不是很好，很高级吗？那次也没有化妆姐姐，没有外景吗？好像没有吧，好像这次没有外景，对，就是 MV 的部分没有外景，全是棚拍，对，是啊，我们是分组拍的，就是按那个顺序倒着来，就是四个人一组，四个人一组，四个人一组这样。我一开始来之前我以为是个古风型的，结果不是，对，只是在棚里拍，对，没深夜起来，但是我们都很早起啊，对啊，就是那种早上6点7点这样子，我想跳拍完自己部分校可以园休广息了播，吗？是这样没错了，校园然后再等着拍16人这样，开玩笑，对，可能去拍旅行日记这样开玩笑，子，对啊，那个天晴了，我记得就是。好像是10点钟过去的吧，然后一直拍到凌晨4点还是5点，对，凌晨4点5点就是上海天刚刚亮那种开蒙玩笑蒙亮的感觉，啦。那个是真的，因为那次那个导演他想拍那种天晴了的感觉，你知道吧？对，然后本来以为4、5点可以回去的，然后结果就是太阳出来，然后又接着拍这样子，那个是真的辛苦。你们好像看 MV 也没觉得有这么辛苦，是吧？对，是的，真的天晴了，还就是想那要那这种一季我们太阳跳刚了。刚出来的感觉，然后我们在那种棚里，也不是棚里，就是那种烂尾楼里面搭的一个棚，对。喜欢的感觉吗？然后风还特别大，就是其实那个天还挺冷的，我们都穿羽绒服的，然后就穿着短裙在那跳舞，就冻着，好冷，对。对，而且就是那段就是可以看起的，舞是凌晨，是那个那天我就说就不要那天么着急就是呀，太阳你出没来必的要时着候，急。我跟太你阳出说来了，的时候再拍的非要让我现在定，我现在不知道要什么，然后你现在能不能随便定啊？对，那拍完就回去睡觉，那这现样在再说通吧。宵工作，它不是室内的，它是那种，你是说我们这个棚那中吗？心的应援会就要再说天了。仙的玫瑰。就是现在的棚是，不是露天的，但是天晴了那个棚是露天的呀，我看你挺着急的。那你到。很客气那这 DNA 次里的面。应援会叫做鞠棒且再说。天晴还得早起，怕天黑了，笑死。没事，我觉得现在早起都还行了，就是这种就是拍摄的工作，我觉得早起 OK 的，就是不要让我通宵就好了。对呀，通宵拍摄真的很难受的，真的。睡觉又会肿，不睡又困得不行，就这样子，有一点。就该当真我了。播到11点了嘛，可以再坚持一下。反正之后肯定改的，放心吧。不一样，就是有工作还是不一样。对，哇，谢给谢，你们拍首歌谢曲吧。谢李克勤的皇冠，谢谢你。就是拍摄还是不一样，拍摄你得把眼睛睁起。对，主要是后半夜状态也很差。对，早睡早起，真的最近早睡早起。你们不知道我昨天真的去完头发，然后，谢谢啦，小可，他好像在你开那别个，对我，
开那个罐子、啊。就是对我才艺的认可。昨天真的觉得昨天我吹完头，然后戴上个眼罩，戴上个那个耳塞，我就睡着了。睡到我今天闹钟都没听到，还是猪猪叫了我。我说发现你的闹钟，我晕。就已经困成这样了，真的。不是自然醒的，就是闹钟没听到，然后他把我叫醒的。对，嗯，我已经不记得做什么梦了，睡太早了，感觉一闭眼一睁眼就天亮了。窗帘看起来也是，哪里看到窗帘？好棒哦！我可太有才华了。对，真的困，但挺好的，这样比失眠好。是的，嗯，失眠比较难受，这个睡眠质量。我搞混。对，没有被阳光亮醒，一般酒店的窗帘都不会很那种吧。一般酒店的窗帘都不会都不会不遮光的吧。灵感就是非常有灵感，就是突然间就是开始了手。而且这个酒店真的很大。我跟你说，就是我的缪斯饮料神。苏家的苏爵是谁？没事，快。袁可奇，我应什么专门的直播间？实际上这个是吊带裙，不是跟你们说了吗？而且不是穿过的吗？因为这个很方便，就是换衣服的时候很方便，对啊，就这样的，换衣服的时候很方便，都不用往上拖，直接弄下来。对，没关系的，吊带裙本来就是这样穿。哎，你又要问，我描述了又要让我不要描述，真的是要求真多，真难伺候，救命啊！吊带裙，是啊，就是嘛，啊，这有什么？他本来出门，我跟他本来出门就是这样子穿的，只是因为今天很冷，我就穿个外套，这样。对，很冷，因为今天。度数3.3啊！哇塞，什么哇塞？小披肩，什么小披肩？我怕你们不懂嘛，对。这个外套还挺好的。就不厚不薄的。确实温度大。其实我还带了一件外套，还带一件白的。对啊，是小兔子，看不出来吗？不稍微吗？不稍微啊。这是为什么要玩水？你要捧场哦你。刚好搞笑，刚我去拿外卖，一打开门就是两个人，主要是拿外卖外面有人是很正常，但是有两个人他在讲话，然后我打开就是我接过外卖员的外卖，有一个人突然这样看着我弹开了个就是几米的样子吧，对。太明显了，对啊，就是他如果不跳，我还不觉得他是粉丝，对啊，我还没仔细看，他一跳，我仔细一看，哦，原来是粉丝，是，拿外卖碰到，是啊，是真的跳往后跳了几米，而且是那种很明显的，这样子，对，本能反应，那也太夸张了，对啊。这也没什么呀，对啊，这酒店也不是我一个人住的时候，也没一个人包下来。我吓到他了，他吓到我了，我还没说呢，真是。真的是。吓我一跳，无语。嗯。我觉得我们俩真的是
没有去前台，就是在电梯口拿的，嗯，因为现在就是他外卖那个送不上来，嗯，那就得自己去拿。我现在完全不想听到，真完的全是不想拔听腿到就我跑，的那个是这样。听了都让我觉得对难啊，受，就是弹开有点远。就是那种。不过有确点实也是哈，嗯，大家平时在剧场里也是这样，习惯了习惯了。我接近于抗拒的感觉。你为什么会一次性发这么多条？为什么你是刷屏啊？但是明天不去那个棚了，明天要就是换一个棚拍，这个。对，不然那个棚怎么样？这个冰峰加上这个番茄汤里面的青菜，我吃出一股蒜味儿。这场出不去局，没事，我马上就卸妆了，很快。你别恶心了，是不是啊？你醒了，滚吧，不是你。对，没有外景，就最近西安在下雨，感觉也出不了什么外景。心情糟糕怎么办呢？不可我能感吗？觉今天拍的拍的还挺好看，非常不就漂亮，是不是吗？我发给你们看的那一张，然后那一系列都挺好看的，就是我你这样刷屏，当时没有拍别的，因为基本上都露衣服了，和谐一下天，打码感觉看起来都一样。宏观，宏观。拍旅行日记的时候，打算去哪玩？就是 staff 带我们去哪就去哪，不然嘞？那是棚内吗？不是，那个是就是外面，对，外面，这个飘屏说的对了，可以刷因为屏，外但面灯是光比较亮一点。可以刷屏。谁刷怎屏么把我小都恶魔行，带去？我不是有两个恶魔角吗？对呀、啊，我就带过来。恶魔什么角事是我情自该己走的，的时候可该对，走。没想到跟那衣服还挺搭的，对。人手一个拍立得吗？对啊，因为我们要拍80张上焦的那种，所以就人手一个，就是有空的时候就会拍，然后有空的时候就找 staff 帮忙拍这样。不是剧场的道具，太像小恶魔，这周不就能看到？80张不算吓人的，今天我也在说80张很多，然后结果他们说泳装但好像拍了几百张。几百张那个拍立得，他说80张算少的，那还那么贵，他就不知道，还好每年总元旦都是拍这么多张，都习惯我想多陪陪你们。对，之前拍的时候也是拍这么多的。没关系啊，我很快的，我就是每次都是。对啊，这就解决了刚刚多少张了是吧？就很多张，对，我都是这种，就是这种大头照上，对啊，就拍完了上，我很快的，只要找到一个光线好的，就解决了，很快的，对，是的，换点动作，那你们帮我想想呢？我后面还有很多张没拍呢，我就现在只拍了30多张，创新，没创意，是啊，我对拍的要求不是很高的，主要就是人在那个拍的里面可爱就可以了，我没什么要求，对呀、啊，Wink 很容易就是翻车了，对呀、啊，因为他是抓拍，根本不能 P 是而且拍立得真的很看，就是拍照人的技术，有的就是有的哥哥姐姐拍的好，有的哥哥姐姐拍的不好，所以真的很看。我跟你讲，我每次在上海的时候，拍立得都拍的很那个，你知道上海的哥哥是什么样子吗？上海哥哥这样的，这样子，就是整个怼在你脸上，然后我跟你讲，这是拍立得是吧？我的脸就这样，真的，这样怎么会好看呢？真的，就是相当于就是个屏幕，我的脸就是这样的。这样怎么能好看呢？真的不懂。是啊，
然后他们每次就拍完就是赶我走，就很快的，就是都不让你挑废片的那种。啊，可以的，可以的，你走吧，你走吧，这样。所以你们如果看到很大一张脸的，就是上海拍的，对，真的，而且他们三个摄影哥哥就是流水线似的，你拍完啊，下一个来不及想动作似的，手都没来得及换，他就给你咔，这样子，嗯，绝了，是啊，真的，有些真的很绝，有些你又没办法，对，无语了，真的没办法，是吧？现在知道吧？这次应该还好，这次都经过我的手是吗？我来筛了一下，对，嗯，再加一个防尘塞的，我筛了一下的，对，过了一遍筛，笑死。但是我们要给它加上去。好了，11点了，我要关了，嗯，我去洗澡卸妆了，对，都是经过我的手交上去的，应该不会太难看了，对。我筛掉了，不可能，我筛掉的都是崩了的，是的。我自己不一般不私藏的，我都是好看的都上交了，因为我有好看拍的比较难得，对，是的，嗯，好，拜拜，拜拜，希望明天可以不用那么早起啊，拜拜，或者早点结束，嗯，对，拜拜，关了，拜拜，拜。